常是有板有眼，阴阳一分错融在其间。青衣的水袖子仙女下凡，小丑的功底他最是全面。我们的所有京剧演员们，谢谢你们。小沈阳一看就是有基础，有板有眼。小欧一看就是第一次高跟鞋走不动道儿。刚才小欧从那个台阶走下来，我特替你紧张，我怕你摔了。我真是第一次，昨天崴脚来着。他还说你上台千万别崴脚，你一崴脚我肯定笑场了。我说那行，我这一直刚才就注意着。你这首歌是小欧哥的歌吗？我是听你歌长大的啊。在我学习的时候、成长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陪伴着我了，而且这首歌特别有特色。我喜欢这种中国京剧的感觉。嗯，当时那个杨洋哥给我弟打电话，我就说我必须来。哦，杨洋哥这么说的啊。官称我们都是。啊。他一耳唱呢，就看不出来谁好谁坏了。有我这个外行在这一晃悠，我觉得形体啊，是吧，唱的都好多了。哦，您请小欧来就这目的啊？你不要挑事好吗？小欧其实不是第一次来，上次为谁来的？郭涛那时候还排练呢，他还在。你怎么上次不申请主动上台来唱啊？这是我亲哥哥呀，那个不是亲的。小欧，我是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小欧一出来就是发亮，他就是歌手本色。那这首歌曲他唱来是潇洒自如，然后还有和声几乎是交错的，没有缝隙。中低音区小欧绝对是打基础打得特别好。沈阳，我觉得今天问题在有点过于小心了一点。对，老吴说对，你要是再把他声音挑出来的话就更棒。哎，我特别同意，特别同意。同意啊。之前小欧人没来过，但是呢他的歌在这个舞台上唱过。对，我唱的最经典的爱不爱我。那全场台上台下都一起在唱。那我就替沈阳拉拉票啊。好。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
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太好了，大家都辛苦了，给沈阳投个票啊，怎么也得给我一面，谢谢。啥也不说了，谢谢小欧，谢谢你来跨界歌王，慢点走啊，别崴了脚。好，沈阳，那你今天就是我们第一个迎接投票的跨界歌手了。我们的四位评委老师会率先进行投票，但是我们不马上公布。好，四位老师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卡，支持沈阳就在红色的方块上画一个勾，不支持的话在黄色的方块上画一个勾，你们每一票代表五分。好，四位老师已经投票完毕，我们请上时间妹妹收回四位老师的票。什么妹妹？时间他没听见，他光听见了妹妹。他们每一场都来现场，在现场给你加油。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有，对不对？在那儿还有一个时间妹妹。哎呀，嗨！接下来是我们全场150位观众评委，请做好准备。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叶是你杯里的。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真的很满意，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会在六位跨界歌手首轮演唱全部完毕之后，再来统一公布你们的成绩。哦，好。接下来还需要你干一件跨界的事儿。好呀。第一场的时候呢，我们让每一位跨界歌手还跨界当了一次主持人，让他们去引出下一位登场的跨界歌手。今天啊，咱们善始善终。接下来你跨界当主持人，好，请出下一位跨界歌手。好。来，给杨仔加油。去吧。哇，没戴眼镜。她是实力影后，也是灵魂歌者。舞台上的她凭借扎实的京剧功底，第一次亮相就圈粉无数。她是唯一只唱了一场就直接晋级总决赛的跨界歌手。今天实力担当的她还请来一位实力唱将，让我们有请跨界歌王中的高手秦海璐。啊，新呀嘛新在家，家里头放不下，是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爸爸。从小我就很怕他，因为我淘气不听话，他可没少把我打。终有天我长大，为了生活离开了家，离别的那天他不说话，眼角默默闪着泪花。操心牵挂，寄给他的钱从不花，一分不少都为我攒下。自从我离开了家，他就经常守着电话，每次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久久不
远方向。为了我的老爸老妈，为了风中温暖的家，为了他们的期待，我不怕孤身在天涯。为了他们的期待，我不怕孤身在天涯。谢谢沈阳，这老妈妈看着可真眼熟啊。这是我媳妇儿。欢迎春阳。今天特别有意思，祖蓝带她老婆来的，陶姐带她干妈来的，我带我媳妇儿还有我妈来的。这首歌呢是发自内心的唱给常年在外打工还有在家留守的老人和儿童的歌，所以她不在的话我心里没有底。对，原来说是演媳妇儿的人。是啥衣服都带来了，后来导演说的这里边吧这歌不适合演媳妇儿，就一个老爸一个老妈你就挑一个吧，然后就没办法了，老爸也不能选，只能演你妈。其实我这人吧就是一个挺爱满足的一个女人，因为我觉得她现在走到现在了都已经能到前三名了吧，我就觉着挺为她知足的了，而且他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所以今天呢无论第几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他。来妈，先请来妈妈来，先请四位主评委给出你们的投票结果。小松老师必须给，谢谢小松老师一票，黄老师一定得给，谢谢谢谢，两票，吴老师，人的际遇真的不一样，今天孙楠来了我听到他唱歌，然后我就想如果小沈阳在十几年前也有机会像孙楠这样碰到一群好的音乐人，那么在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成长的话，也许现在的孙楠的地位有另外一个人在威胁他，就叫做小沈阳。所以这一票给了三票，宋柯老师必须给四票，我们的主评委给出了满票四票，每票五分，一共20分。接下来看看十位专业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就沈阳今天晚上的这首歌的表演呢，我的评价是三个字，没毛病，非常好。但是我总觉得就有一点，因为沈阳的唱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舞台表演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其实我特别渴望听到他能够有更大的突破，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今天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这是我对他的期许。我更希望小沈阳哪天能演一部非常严肃的电影，在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领域里也跨跨界，那是最好的了。谢谢刘翔老师。一定会，谢谢老师。那歌曲动人最重要，唱由心生，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唱的情愿和今晚的这个老爸老妈，能唱出自己的生活历练是有分量的歌。谢谢刘翔老师。十位专业评委老师请做好准备，你们的每一票是两分，请这边的五位老师先准备好，支持举红色，不支持举黄色，请举牌。五票都是红色，这边的五位老师做好准备，请举牌，同样也是五票。谢谢。恭喜沈阳在这个环节也获得了满票10票，共计20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沈阳的分数，沈阳和祖蓝在主评委和专业评委的环节同样都是获得了满分40分。那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现场的大众评委会给出沈阳多少票，现在一切都还未知，到底谁能够跨进我们的第三轮都还不知道，这一切完全取决于现场150位观众评委的投票结果。150位观众请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器，支持沈阳请按红色，不支持请按黄色。
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投票通道本在公布我们的观众评委最终投票的准确票数之前，我们把刘涛和祖蓝再次请回舞台，同时感谢春阳，谢谢。谢谢春阳，谢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场上目前的票数，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刘涛，排名第二的是王祖蓝。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涛姐你已经安全了，你一定会晋级到我们的下一轮。所以这一轮的较量将会在沈阳和祖蓝之间展开。刚才观众投票已经结束，到底你们给出了怎样的结果？沈阳、祖蓝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一起来看观众给出的最终评分是多少。134分。这也就意味着晋级到第三轮的是刘涛、王祖蓝，恭喜。同时也要恭喜小沈阳获得了我们第一季化解歌王的季军。请沈阳稍事休息一下。我先撤啊。好。